下一位是梁志祥议员。主持，一早呢如果选了主席就不用那么烦了，是吧？你又将整个选举就拖了半年，半年都未够，不知道拖到几时，拖到整个会期都完为止。这个责任在哪里？真的我就说是各主持咯，各主持就 是你的责任来的。但是呢就有些人呢就乘机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准备为下午的会呢制造事端了，又说下午的会呢不合法啊，又这样那样啊。没错，法律是有不同的意见，但你绝不能够呢破坏立法会的制度。立法会呢主席已经是问了法律意见，最后呢是由内委会而现在的主席呢去决定听哪个意见的。如果你们硬来呢，公众是有眼见的。嗱，谭文豪呢就说有人突然间跳掣，咁我觉得呢跳掣跳得最劲是你啊。你就跳给美国国务卿睇嘛，是吧？冯布会睇住你的，大声啲，一间下昼跳出来跳来跳去要。狗饼就会来的啦，我同意你讲法啦。唔该，主席。好，请大家唔好喺位上叫嚣，好冇？